的艺术水够好，国前解水两句我给你做参考。解水解水，解文水字。实在讲，世界各国风俗无同，有当地我你靠人外国，本地就是爱入港随湾，入乡随俗。有时阵是连比一个手势无同，都会起冤家呢。所以台湾俗语一句话，伫咧讲上山看山势，入门看人意，这确实有影。无论讲咱安怎样亲啦，英早咱的时代敢无甲咱教？虽然住隔壁，大家嘴见目见，隔壁亲家对哦，亲家到亲家门风感情佫较好，礼数原来原在。所以唔则讲去到人外国，爱照人外国的规矩。上山的看山势，你若无看山势，你袂晓落山呢。有当阵啊，登山来惊一个碰见的都会呢。当然，俗语话两句咧做比拼，顶句甲下句摆做伙，这要紧，拢讲其中一句尔啦。上山看山势，这是一个比较。要紧是尾啊，这句讲入门看人意。当然，这毋是叫咱讲吼，讲话就爱登完世界，毋是哦。入门看人意是爱看讲现时这个场面安怎样变化。人国家都有这款的规定，都有这款的约束，叫你讲什么物件袂使炸，你唔照起工行，你调工要去犯人的意，你调工要去惹人的代志，这都唔好。隔壁亲家，虽然讲亲家安怎样熟悉，入港嘛是得爱随缘，人有人的规矩啦，你讲看有影无？话讲来到这，国政原来搁想到，搁想到另外一句俗语，因为讲入门看人意，连接讲俗语原来有另外一句咧讲价。假讲吼，照人意，照相的意呢？咱也是去引人的石头，唔是讲亲家刀，唔是讲大家平等的往来，你是去接人的事的，人委托你办工课，这句俗语话那足趣味，讲啥或者好功夫，正正俗语话咧讲讲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，对啊，人主人家就甲你讲，讲这吼做木吼，茶要安怎样定，包讲浴巾要安怎样做作，做土水的水要安怎样摄。你唔照人做啦，你吼调工要甲人争，要甲人压硬膏。你讲吼，你唔通安尼想，唔通安尼想。那我做二十几年啊，我内行诶，这浴巾吼水吼都爱排三空吼，水才会好摄，唔通甲人争啦。因为主人家安怎样讲，咱来讲冒石头，咱是讲方参考尔。入门看人意，下主人意做出来就是好功夫。主人来学了，咱从条件讲方知，唔通讲吼，你家己知，你唔讲方判断，安尼话那唔好哦。但是你将各项你捌经过、经验过的办法拢讲出来、分析出来，予主人来了解的时阵，主人若要经第一步，伊唔采取第二种方案，咱就要顺人的意，因为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。这句俗语话，原来南北二路拢总通用，过去、如今嘛拢总通用。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，但是咱记得咧心肝内来做参考。